今日咧，我哋请阿赵老师嚟示范跳绳啊！守屋企环境之下咧，最紧要安全啊，最紧要安全嘅。咁如果 OK 嘅话咧，就啊可以跳下绳，鼓励同学多啲跳绳，可以落公园啦吓，或者去啲空旷嘅地方，唔好撞到人，你又唔好撞到屋企啲嘢啦。咁我哋而家开始示范咧，就双脚跳绳，咁啊一下一下向上，系啦。如果練熟咗咧，就到左腳，左腳跳繩嘅，係啦，一下一下咁跳。如果跳得好嘅咧，就可以快啲嘅啦，係咪？咁啊，跟住我哋到右腳啊，到右腳跳啦，咁啊左右咁跳嘅，咁冇問題嘅同學咧，就可以到雙腳跳繩啦，冇錯啦，非常好啦，可以加速。有時你亦都可以向後啊、雙飛啊，或者雙重跳嗰啲咁啦啊。OK， 唔該曬趙老師。